天际浮现的几朵祥云，衬托着一片夏空。仙楼神坛前聚集着众多文武官员，他们穿戴整齐，静静地恭候着皇帝的到来。数十名身穿红袍的神乐守乐工及朱庆武四也整齐地伫立于台前，等待着一国之君。在佩刀护卫的簇拥下，雍正皇帝缓缓地前行，身旁簇拥着若干位进士，豹尾八侍卫也以外圆形的阵列尾随其后，后面则跟着众多身着朝服的官员。仙楼神坛是一座普通的方形祭坛，四面出壁，台面每次搭建一座黄色长方形神座，神座内的高高神案上供奉着仙楼之神神位，墨前面已陈设着各式祭祀用的礼器，坛上正对古案的黄牛对火，就是皇帝的外围，即使是皇帝要在此率外官将仙楼之神请三会九拜大会。除了雍正皇帝外，坛上还有参与祭祀仪式的司相、司徒、司眷。公之武就是干戚之武，所谓干戚就是武士的盾牌和符箭，把武器用作跳舞的工具，意欲天子以美代替征战，以此感化敌人，和化乱之敌。
新闻的核心祭坛。